我是小坤，今天呢，我们来看一下赛罗奥特曼吧。哇塞，刚刚呢，这个赛罗奥特曼实在是太倒霉了啊！你看，这里呢不是一条这个斑马线吗？啊，这里呢有一个红绿灯啊，但是呢，这个赛罗奥特曼啊，竟然不注意交通规则啊，就是闯红灯了啊！你看，一不小心这位小哥哥啊，把这个赛罗奥特曼给撞倒了，而且呢，看样子还受了很严重的伤啊，对不对？哇塞，什么情况？你看，这位小哥哥呢，好像也是有点自责，对不对？啊，有点害怕啊。来来来，我们看一下这个赛罗，你看，他现在呢已经完全晕了，对不对？啊，现在呢已经拨打这个120了。啊，医生，等一下就快过来了啊！哇塞，这个赛罗怎么这么不小心呢？啊，他竟然闯红灯！啊，这样子呢，被别人给撞了，对不对？哎呦，真是惨啊！来，把他给放到下面来吧，等一下救护车呢马上就快过来了啊！所以说啊，小伙伴们，啊，我们现实生活中呢，也有很多这个红绿灯和斑马线，对不对？那么我们走路的时候呢，一定要遵守规则啊，不可以闯红灯啊，红灯停，绿灯走啊，黄灯呢就是确定安全了才能走啊。你看，要不呢就会像这个赛罗奥特曼一样，被这个车给撞倒，对不对？好吧，真是可怜。好吧，我们等别人过来救这个赛罗奥特曼吧。那么今天呢就要玩到这里，我是小坤。